咁啊，主持紧17911，今日 Jenny 好喎，上一场 Jenny 中晒喎。啊，奇宝啊，呢俾佢行头添啊，真系。咁啊，呢场就跑1200米，好似啲内档马好着数啲。赢过嘅马有比较好啲噶啦，9号、10号、11号、1号啲。6号、3号咁啲啊，胜出率较高系9号、10号、11号。上名咧较高咧系7号、9号、6号、3号，哇，好散啊啲马。咁就近绩就系7号、11号、10号、9号。1号咧就落班马，落班跑，即系好档啊！咁啊，本路程确实系赢过嘅。就11号就升班，就系、是、上仗系赢咗赢过嘅，咁样即系好好噶。9号咧就大家开心咧，就系、是、6次赛程之中就赢有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，上次第五，前次第八，档位又好咯，排个二档蔡明少。哇，Jenny 拣二号跟佢都好啊，真系二号过河劲卒。6号系咩？腾龙超影全部买冷马，2号、6号，我7号我上次咧就买咗佢跑第三，呢只马咧经常上名嘅，即系3226333咁样，所以啲马1号、3号、9号、7号都系我中意嘅马嚟嘅，问题就系侧边只佢。7号喜悦精灵我都中意啊，11号都几好啊，真系。系、哎、买1号、9号啦，1号、9号系得佢会积极啲嘅啫。呢一场啊，我相信潘顿又唔会同佢斗抢嘅。即系如果佢系想带嘅话，但系又唔可以俾佢太轻，即系走得太甩咯。一腾龙呢只爆仔有之星，26倍冷门嚟嘅。上次12，前次第7，不过今晚啲。睇近绩就系唔使睇嘅，啲近绩唔好嘅跑出嚟好叻嘅。即系2号就咪即系3号中华威威咧，上次跑第三，前次跑12，档位就系5档都几好啊！真系呢个3号啊，3号而家7倍，个本路程都系上个名嘅0.385，胜出率咧就系13次胜出一次，系比较低啲。但上名率都唔差嘅，佢中华威威好似好积极咁样，见到咧埋紧佢就福佑啦，各取所需，跟住系腾龙超影。亦都順利，跟住就上教歐洲導彈，大家開心，剩翻兩隻馬，中華威威同埋4號馬嘅開心再來啊！少少扭計啊，嗰只四始終都係啲後生馬，中華威威就唔等佢啦，就入咗先。好啦，時間亦都差唔多啦，咁我哋就交俾閘前咯。等埋只开心再来，好啦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初次嚟到第四场4班1200，大热系一，好嚟一起步嘅时候啦，过河劲卒快，外边中华威威快，中间咧仲有上教快，仲有一只红衫系各取所需，4马前面啦，第五位啊出边啊腾龙超影啦，有难嘅马黑衫内栏，第6就大家开心啊，第7位欧洲导弹啊，后边嗰5匹马啦，有之星啦，进神响尾4红眼罩嘅，后边3只福佑啦，尾二大面箍就喜悦精灵，暂时电流开心再来啊，对面直路嘅中段啦，前面上教啊贴栏，中华威威拍住佢啊，落后个几十。
三位内栏，第三位过河竞卒，第四位仲有大家开心，第五位嘅马外边位置上咗去腾龙超影，内栏欧洲导弹，中间各取所需啊，进神尾五嘅后边嘅马啦，咁啊有之星啦，喜悦精灵啦，福又褪落去啊，包咗落尾嘅马系开心再来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咁滞啦，前面就上交埋边，斗紧出边咧呢只中华威威啊，攞出去外边追，有过河竞卒啊，入边欧洲导弹咧就唔系好够位，叫唔叫到出嚟咧？外边追跟上嚟噶嘛，分别有大家开心啦，大外当系进神噶，最后百零米啦，过河竞卒就已经抛离咗后边嘅对手过几身位啊，咁啊见到欧洲导弹上紧嚟，出边啊进神啊，接近终点过河竞卒赢啊，欧洲导弹同埋出边嗰只进神咧，咪话又系白果啊，又系二号仔叫做过河竞卒，哇 ，Jenny 真系好嘢喎，场场冷 win 喎，好劲啊，真系。凭咩睇到呢啲咁嘅嘢啦？睇到个路程，睇到呢个状态啊！二号、十二号、十号，哇！十二号隔晚六十几倍，喂！十二号、十号都系都 OK 嘅。十号，十号上次第五，前次第八。二号仔就跑个三次都未上个名嘅，不过好多人都冇份啦，唔使叹气啦，即系要好少人拖到只十嘅，咁啊而家就上交出。出咗嚟先啦，唱教同埋中华威威喺前边啦，啲内档马咁啊都又有前速嘅，咁啊跑咗上嚟，但系无以为继喎，真系啊！咁啊，上教啊出咗头先，咁啊三号啊跟住佢，咁但系转咗弯嘅时候咧，三号过咗佢头啊！咁啊，过河竞卒喺呢度啊！呢只马就夹住个靓位置咁样，二号仔波健士配阿蔡约翰咁啊入嚟啦，潘顿同埋莫雷拉，唔系潘顿同莫雷拉喺前边，咁啊波健士啊第喺呢度啊，咁啊呢两只马斗咗一轮之后，好似冇力咁样啦，咁啊过河竞卒突咗出嚟。咁啊！呢只马咧，哦，无遮无挡咁样，十二号仔叫杨明伦上嚟咧，把马穿咗条五千几蚊嘅 Q， 我冇份啦，真系谂都谂唔到啊！呢只进神田泰安就跑第三嘅，啊，犀利啊！真系啊！咁只二号仔行头系俾阿 Jenny 姐贴中咗嘅。